着的采访镜冲击经济量，一段刻板的开场在意义男友和群装，千人一面万人一腔，凝固的气场、哦、尽情原谅少女刚刚放掉个标准形象，保持独有的锋芒，尤其遍地与偶像，换我的狂妄，换我的荒唐，打翻青春的鸡汤，管你的脸放不放大。